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来上麦块超正常生存。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嗨，我是雪兔。嗨，今天我们麦块超正常生存又回来了，耶！耶！太好啊，耶！回来了，两位。回来了。今天呢，我们的麦块超正常生存跟平常的麦块超正常生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样。大家张大，不一样。大家张大你的眼睛，张大你的眼睛，有发现我们在画面中好像有哪里不太一样样吗？没错，今天呢，画质变好了，换一个头啦。我们今天呢，血量有那么给他一点点不太一样样。我们今天呢，玩的是极限模式，没错，是、你只要在游戏中挂掉呢，整个世界就会一起连同你的生命一起消失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恐怖。我们今天呢，来到了一个、反向的世界。今天的麦块的超正常生存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中，你没有办法挂掉自己。对，是保证不会黄标模拟器。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我现在开始尝试。没有办法，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有4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奖金。今天呢，每人有5分钟，轮流来。那在这5分钟的当中呢，你挂掉自己的话，我就会颁发2000块给那个家伙。没错。那氪金手游了，反之，阿珍爸爸记错了。No， 反之，如果我赢的话，你们一人1000给我哈，好不好？一人1000。回来！这就是诈骗吗？没有，我还没看过这个东西怎么玩的。好，那今天的规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有趣的麦块超正常生存系列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按到了喜欢，让我知道大家喜欢这种新形态的超正常生存。有一种挑战，一起合作的 feel。那我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大家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可以在底下的留言区，每个人再发2000块，是神经病啊，发不起啊！我呢会从底下的留言区挑出一些有趣的 idea， 然后把这个东西做成我们在麦块中可以玩的超正常麦块生存，好不好？好，那大家的大大的喜欢都点下去了之后呢，我先来详细说一下规则哦。等一下下呢，每人有5分钟啊，5分钟到的话就换另外一个人，好，另外两个人与此同时的时候呢，他两个人是创造模式，然后弄掉自己的那个家伙呢，他能够跟那两个创造模式的家伙要任何他想要的东西，然后那两个家伙一定要给他要的东西 ，OK 吗？理解吗 ？OK， 好，了解。你知道这个国文其实蛮难的，那我大概知道你在叫什么。规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就准备够。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样子来好了，好不好？你们两个是客人啊，那小白先。然后再来是雪兔，然后再来是我，好不好？好吗？那不是应该是你先吗？奇怪，没有啦，你们两个先，你们两个先。那五分钟我准备倒数计时了。那我等一下按开始之后呢，左上角就会有我们的码表在倒数计时。那大家准备好了吗？小白，你准备好了吗？那雪兔，那个创造模式自己记得打哦。雪兔记得自己打哦。那准备倒数要计时喽 ，in 3, 2, 1 ready go go。好了，我先。你先这样子吧。我要先自己最简单的。好。哇，他好低耶！他很难过。不可能！我刚看到的。铁巨人表示，不要打我！为什么？时间已经经过了25秒，将近快30秒。我最简单的，来个岩浆桶，我试试看。岩浆桶是不是？你丢那是什么东西啊？来，岩浆桶，地上，来，火热的东西，来，地上放了岩浆，小白，不可能，哇，防火头盔，你掉下桥也不险呢。来，我要试，闪电高高是不是？那个红石跟那个活塞，红石跟活塞 ，OK。然后再来个拉杆，红石活塞跟拉杆 ，OK。拉杆我有。红石活塞有了，都有，你还有什么东西？我掉下去之后，然后帮我丢到地板上 ，OK。好，怎么可能？飘。
管家哎，丢在地板上，丢在地板上。时间已经来到了1分20秒，哦，你肚子饿了。哇，阿公哎，哇，不要，阿公不要帮我，不要帮我。阿公对你很好嘞，阿公对你。不要哎，我需要哎红好红石火把好了，哎好这样子。你要红石火把是不是？来红石火把一样丢给你，一样丢给你。好好，也许不用。这是最传统的那个吗？啊？什么？没有感应，直接没有，直接消失。啊！等一下，为什么？我来帮你啊！我来帮。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哈！时间已经来到了。换一个方法，换一个方法。毒药是不是？毒药是不是？来来来，毒药总可以吧？毒药有了，喝下去。这是治疗药水。哎，为什么？这是治疗药水。应该立即伤害药水要不要？立即伤害药水，这个。好，我来喝一个。哎，不是，它会在我手上变成治疗药水。你的手是万能的手。它全部变成治疗药水。等一下，太难了吧！2分20秒，2分20秒。那这个总算可以了吧？凋零，我要什么东西才可以？哦，你要凋零怪是不是？凋零怪是不是？啊，对，走，来试试看，这总该可以吧？凋零，来，凋零，好，来，没事，好，三二一，喂，他被凋零了，喂，打我，喂，打我，喂，他没有办法碰到我。天哪！时间来到了3分钟，我几个字怎么挂？我的天哪！我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动动你的脑袋，动动你的脑袋。睡，好，睡，溺死自己。哎，我总觉得会有人输氧给你哦。我觉得。嗨，泳圈，等一下，你用第三人称，你用第三人称，你手上有小泳圈。等一下，救生圈，哎，你用第三人称看自己，你手上有救生圈，进不去，我下不去水里，怎么会这样？3分30秒，好，好，我试试看，能不能把强制让自己，我强制让自己顶在水底下，是不是？聪明，楼梯啊，搬砖，试一下，搬砖是不是？搬砖是不是？有，搬砖，水底下。OK， 好，没有拿到，快扶起来，好，试看 ，OK， 哦，聪明哎，哎，你把地破了，我没有地破掉，哇，两层，聪明，两层，哎，你要受伤了，受伤一下，哦，这里好像刚刚有一下，我四分十秒，可是没有。受伤啊！哇，你的马里奥哎，你的头好坚硬啊，好强的头，好强的头！但是你应该可以，你有回血吗？应该不会吧？他好像有很短暂扣血，然后马上又恢复了。可是，怎么可能？这个是极限模式哎，那极限模式是不会回血的。有，他有回血，我扣0.5，然后他要回满，我觉得是食物的关键。我就跟你讲，这是一个不可能死亡的时间。死不了啊！可是真的有扣0.5，我有扣到0.5。倒数10秒，9秒，完了没有扣？八、七、六，完了，沙子，四，我觉得沙子也不三，二，时间到！哦，哎，下一位，哎，下一位了，换我了吗？哎，没错，换雪兔了，现在是晚上了。来，小白，你调成创造模式。那雪兔，我来帮你把你的 game mode 调回去，好不好？把你的 game mode 调回去。来，雪兔的 game mode 变成正常，准备了。对 ，two one， ready go， round two。给我炸弹 ！TNT 是不是？炸弹 ！TNT， 哎 ，TNT 一头拉过的 TNT。我把红石。好，雪兔想点燃自己，是不是？准备啦，已经经过15秒啊。哦，把自己包在里面，聪明。我要爆，要爆了！哎。你觉得会爆炸吗？为什么？哇！他不会爆耶！天！不！哎，中介之眼，中介之眼，中介之眼。小白交给你，你很猛哎！啊，不是中介珍珠才对哦，中介珍珠，珍珠来！好，OK。等一下，你们可以规定说你们想要白天还是晚上，好不好 ？OK。边丢边回血。
他回血回太多了。哦，哎，我想到一个办法了，我想到一个办法，帮我直接挖穿地心，帮你直接挖穿地心。还是你去中介啊，好不好？你去中介好了，好不好？你去中介，我要去那个机眼底下。哦，你要去机眼底下哦。好，对，机眼底下。那我们就帮你挖穿地心吧，这是你的要求，好不好？来我这。来了来了，我正在挖。哎，笑。哦，那还不行，那真的快要没辙了。哦，挖穿地心了。太强了啦！挖穿地心吗？你觉得呢？好，我还在下去当中。我怎么好像也没有下去吗？哎，我们来去那个好了，好不好？我们来去中介是不是看得比较清楚啊？对不对？我们来去中介。什么鬼东西？我怎么扶着？我扶着？怎么扯？他不会死哎！祭坛，哎，他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传送到中介的那个叫什么？中介是不是啊？中介。中，我打不出中啦，中，中，天哪，找不到。欸，那你可以先帮我 TP 回去吗？你先帮我 TP 到正上方。TP 大家到我这个地方来，欢迎回来。好，来了。可以给我苦力怕蛋，然后跟打火石吗？苦力怕蛋，然后打火石是不是？打火石什么？打火，等一下，打火石，什么声音？吉普拉消失了！等一下，你摆反的哦，插一个，开了，雪兔开了，喂！快点，大绝！哦，去中介吗？走，我们来去中介看一下下。欢迎来到中介，你要去哪？哇哦，爱心，补血珍珠哎！雪兔来到了中介岛上面，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分50秒，你要去哪里啊？我看 Enderman 他会揍我吗 ？OK， 他看着他揍我，他飞过我了，他动不了你。哇，等一下。OK， 可以带我去上面，我揍那一颗。可以，当然没问题啊。哎，来，哦，你自己上去看看。啊，中介龙表示他有点技术困难。中介龙表示他技术困难。卡住了，他不会动哎！你可以徒手炸他哎！不行！再帮我传到另外一个那个哦不，他我告诉你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好了，来你过来这个地方，然后你看到旁边那个地方有一个火吗？不，旁边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你那个用中介珍珠过去看看，你用中介珍珠过去看看你就知道。嗨，他会自己爆炸，他会自己碎掉，你再试一次。哇！时间来到了4分钟，哎、哦欸，雪兔，我想一下，给我弓箭，弓箭是不是？弓箭是不是？弓跟箭子，弓箭跟什么东西？弓跟箭子。倒数40秒，哦，聪明，我会弹开耶，聪明，绝对防御啊！最后30秒，雪兔，不行了，我没辙了，这个到底要怎么死？哎，中介龙技术困难，你看中介龙卡在这个地方，他没办法撞你哦，扯哦，你撞我也没有用啊，吐息啊！倒数十秒，不对啊，这个你有办法吗？我不知道，我自己也没有玩过，我只知道，所以我才开出2000啊。我是不是可以开20000呢、啊？我是不是可以开太难了？倒数3秒，2、1，时间到，结束。我不行了，换我了吧，对不对？换我了吧。OK， 好，我想想看，我准备开始计时喽，3、2、1 ，Go！ 好，我先跳到虚空好了，我先跳到虚空吹看。你怎么会觉得可以 OK 啊？刚刚是一条，我觉得你会漂浮在半空中上，不会吧？这下去需要一点时间，这下去需要一点时间。这好像
这好像下去真的是需要一点喂，弹起来了，它会冲起来 ，Q Q， 所以没有办法怪掉自己，是不是？好，所以跳到虚空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跳到虚空没有办法，我可以回到现世吗？我可以回到现世吗？我该如何回到现世？嗨，我们先回到原本世界，先回到原本世界。那回过关了。原本世界之后，这边怎么有个深坑？那我想想看哦，这边有中介珍珠，没有办法怪掉我自己。那我们先来去哪个地方？雪兔可以按 ESC， 然后回到原本的地方。那我想要，给我一只羊驼，羊驼，快，我要羊驼，我先把大家踢到我这个地方。羊驼，给我快点，羊驼，羊没有羊驼，没有羊驼，那一只吗？那一只吗？我要找上，羊驼，有羊驼 ，day，time set day，OK，羊驼。吐我，快点！没有，吐去哪？哎、欸欸，给我弓跟箭矢，然后还有一块木头。弓是不是？弓跟箭矢，还有一块木头。对，好，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来，没事。没事，然后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飘高高了？为什么会飘高高了？快点！时间已经过了两分钟了。好，等一下啊，你们可以在空中然后帮我射吗？在这个上面射超多，是爆裂多。对，是爆裂多，爆！你怎么可以要求我们射在你身上？飞高一点，水柱飞高一点，它会吸到超多那种，再多 model。快一点！射了！好，不可能啦！吹看，各位有没有用？来喽！三，好，没有用啊！全部消失了！射到我了！我刚怎么射的？等一下！又射到我了！又射到我了！不能射了！他会拿到钱！不能射了！不是啊！我死了！哇！不能这样子啊！我们是要提供东西的，我们不能这样子做。我不爽，我这边先记个小小的分数啦，我也打算再投一，我觉得不算啦，不算吗？好啦，丑一，那我们就强制换下一个家伙了吧。强制换人，来，我们下一位又回到了小白，我们来去个来去个村庄，好的，好不好？来去个村庄 ，Let go， Locate Village， 然后我们再来把大家传送过来 ，TP 大家到我这个地方来。好，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村庄了，来，我们来交给小白来，准备好了哈，对，好 ，Ready go。小白，换你。给我那个鸡眼，给我鸡眼跟鸡眼跟水，对，鸡眼跟水，来，水。你跑得好快啊！哦，你觉得顶不过鸡眼是不是？我觉得不是铁头，不可能啊！哦，等一下，你的模式是什么？我没有接。等一下，你的模式是什么？等一下，给 monster 不是小白搞，好了，顶，不是 ，OK， 帮我敲掉 ，OK， 好，来，啊，你他妈好强啊！我的妈，时间已经来，这不可能，好，下一个，站在这里应该也会直接死掉。我需要很多那个骷髅，一堆骷髅，一堆窟窿，一大堆窟窿，然后地底下可不可以地底下有个洞什么的，好，没有问题，骷髅来了，然后啊，我知道，我去房间，聪明，go， 如果刚刚那样子有效的吗？这个房间里面那个家具都不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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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不好？我们把时间调到晚上。哎、欸，晚上，晚上。好。你们是我，哥哥明明他没有这里耶。时间来到了两分钟。我的天，等，好好好。哎、欸、哎、欸，狗，哎、欸、不对，狗。狗狗什么狗？狗，你要做狗狗吗？狗狗恨我，恨我！喂，恨我！我叫你恨我！我叫你喂，直接地狱高了！地狱门！雪柱，地狱门，地狱门！我看到黑曜石。OK。好嘞，那个点燃 OK 水好来了，走起你要前往地狱是不是？走，我们前往地狱，时间来到了2分40秒，这里最容易死掉的、啊、我去摸一只猪。你怎么没有汲取教训啊？你怎么不觉得它会飞起来的、那这个总该可以烧我吧。哇，这蝎子好大个、哦烧我！你是烈焰行者哇！这岩浆池，岩浆池让你补血，你一开始不就用岩浆吗？我想说你大便都可以啊，我在找他的弱点啊！他并没有，他喝什么？没有弱点。烈焰神，很多烈焰神，烈焰神，吐火吗？他的炮弹总该有个什么效果吧？丢给你啊！好，老爸，你跳出来！哦。有！吐我火！你好强啊！你好强啊！你是五条悟啊！你好猛哦！无量虚空！我的天！绝对防御！好，我好重哦！你想让沙子？我帮你了！最烂的！我帮你啊！下去！我没有创意了！我没有创意了，3分50秒。你怎么了？你会缓降啊？别想啊！不对，你刚刚怎么了？我刚碰到火焰啊！哈，有趣，没有用！不，还有什么？还有谁可以？我没有，还有谁可以打你？我求你了，求你们了，拜托啊！应该还有其他种死法，大家动动你们的小脑袋。你可以做。他别这样，别逼他，他快来撑啊！强，我没有创意啦。哎，强行结束，强行换乱。哎，雪兔准备好了吗？我想 ，OK， 我想好。那小白帮我调成创造模式，倒数5分钟，准备喽。来了，One, Ready, Go。你是不是要加码？给我鞘翅跟那个火箭，鞘翅跟火箭，鞘翅 ，OK， 鞘翅来，烟火，有了烟火 ，OK， 因为它会缓降，他说在这个世界，你有30秒钟的时间不可以拥有烟火，30秒钟的。那也没关系，他本身自己飞也行。好，你要去哪？他飞他看的啦！撞到嘞！安全飞行。好，那你们因为他刚刚是拿到手上会有嘛？对。那你们可以直接把药水射在我身上吗？用飞箭的药水。好，飞箭剧毒。OK， 剧毒。哦，小白已经丢了。如何？他并不是直接变恢复药水。如何？在你们身上会变恢复药水啊？没有啊，是剧毒啊。对，是我们丢剧毒，但它会变恢复药水。如何？ Oh、舒服吗 ？My God！ 我再思索一下，等一下，这有点无解嘞。这你还有什么办法？是那个召唤那个字。是验兽吗？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一只猪猪会撞人的。猪猪会撞人的那个猪，比较胖的猪，猪不小，来。在这。喂！哇！我被抓！可以再多放一点，有机会！再多一点，马上！哦，你爸爸塞机车给你吃！你爸爸一直在！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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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水路成功嘞，这样是1-0嘞，接下来是我的回合了吧，对不对？我的回合了吧？好，那我想想看，我想想看，来，时间暂停，碰过了吧，对不对？好，我们要 TP 到我这吗？我好 ，TP 到雪兔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新的一个规则，如果召唤怪物的话，不可以召唤太近，好不好？召唤怪物的话，不可以召唤太近。好。我想想看呢、啊，我想想看呢、啊。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来，首先，我想先去中介 ，Go！ 给我一个中介，给我一个中介门。对对对，我很想再去中介一次，我想再去中介一次。中介门，找到了。那许多帮我准备床呢？许多帮我准备床。OK， 好了。我要床。哎呀！有超多，爆裂多。是啦。开了，各种颜色都有，是不是？那我记得调一下我的模式，生存模式。Go！带我过去，我直接自己过去。他会跳起来的，别担心的。喂，Hello，OK。然后在中间放爽啊、欸！等一下，这个可以吗？这可以吗？不是，怎么出来啊？他在给我的困境的。你们调生存，你们上来调生存，然后然后你拿来看床就知道了。哇、哦！选不到！等一下！哎、欸，摆出来，就算你用超快，然后摆出来还是会爆掉。他没有办法，什么都没有办法。给我，不行！No！爆掉！我想想看，我要回去。OK。思索一下。我还有什么？我还有TP 雪兔 ，Go！ 我还有什么 idea？ 给我。给我凋零，我要凋零王。OK， 凋零王。对，直接叫出来吗？啊，然后哎、欸，给我凋零花。对，凋零花。对，凋零花。Go！水。有。有了吗？欸、这个好可爱哦、喔。好，有了凋零花之后，杀你一发。它变成。音速小子啊！好痛！这个要吗？有！来，碎啦！他说 ：“Hello， 我必须要读取。嘿，也许该换我了。哦，闭嘴！他们三个头在吵架，他们三个都不玩了，他们不玩了，直接消失。凋零中离，还有谁？大 boss， 哎、欸，我要那个，给我海底深海守卫，深海守卫，好，对，然后请把深海守卫放在水里面，放在这里，不要让他死掉 ，OK， 帮我放在这里面，深海守卫，先来到哪里有水，这里有水，请帮我丢进去，帮我送他进来，上海守卫，叫，快点 ，OK， 打，我打死他，不能哎。你们远一点！为什么？不是，这个人怎么？我们抓这不出来，他就会死掉，就这么简单。我抓到这里，就是会死掉。还有什么？让我想想看，请问你是不是没创意了啦？给我骨粉，好，骨粉，超多骨粉。我在往 underground， 的时候，曾经亲眼看到我很喜欢的伙伴挂掉。啊，谢谢阿公。各位，好，你成功了，你会顶破了，屁嘞，还有什么？先来到3分30秒，让我想想看，羊没有办法干掉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干得掉啊？我知道了，给我，不行，饥饿度，如果一直没有办法，你们我想不到了，还有什么？爸爸们，还有什么？红石有没有什么红石机关会推什么东西压在我的头上，然后让我直接挂掉？还是上面一直掉下？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来，你们，在上面，把沙子丢下来，然后，四格沙子这样掉下来，就是四格沙子，这一格有沙子，然后我站在正中间，看看会不会堵到，就是四格。对，然后我头上也要有，
另外四个，再来，再来，再来，是这里吗？没有用，没有用。有没有很舒服？有没有很舒服？另外一格呢？另外一格怎么没有沙子？另外一格，这里，这里。不行不行，这样再一次，no no， 你的头好状况，我以为能。能有手不行不行，这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还有什么？还有什么？TNT， 哎，一颗 TNT 有没有办法炸？给我一颗，给我一颗。你怎么会觉得 TNT 是十秒？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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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来来来，十秒，剩十秒。OK， 一颗呢？一颗呢？哎，秀，来点燃。十秒钟过了吗？里面啊！嗨，下一位。太怪了啦，我也没有点字欸。小白，这是最后一段咯，这是最后一段了，这个是。来来来，让我点时间想一下，让我想一下。好难哦，好难哦。Thompson Day， 我跟你讲，我已经想到等一下要怎么做了。好，好，这是最后一大段咯，我们三个轮完就没有机会了。啊哈，好，等一下，我还没，给我点时间。所以今天要是小白不得分的话，小白一人要给我跟雪兔2000块。不要了。好，什么？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OK， 好。我又想到一个了。我们大概只有一个想法，然后没了就没了。我想两个。那超难想的。什么？也许这个可以。其实什么？你是不是听错了？再让我想一下。好。这麦克风都上自己好难哦。来喽来喽，哎，准备喽准备喽准备喽，小白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想了，来准备倒数，我来帮你的模式改回来，小白，哦不哦不，对 ，two one， 来 go， 倒数，那个给我那个水晶，给我水晶，水晶，什么水晶？大量的水晶，那个中介水晶，哦，中介水晶来，中介水晶来了，好犀利哦。那个，我需要那个，我知道，黑曜石来，这黑色羊毛，这是黑色羊毛，黑曜石来，好可爱，好可爱哦，那个，第二个方法，脑鬼，给我脑鬼 ，OK， 脑鬼，大量的脑鬼，帮我可以，也可以帮我放脑鬼，鬼。鬼，然后他们会穿墙吗？有了，脑鬼，给我脑鬼 ，OK， 好。哦，飞起来啊！你们飞起来攻击我，你们。哎，他飞了，但他靠近你就要死了吗？无敌防空罩。什么？那给我那个住在那个什么那个宅邸里面那一只叫什么？住在宅邸。我告诉你啊，怪物应该都是那个啦。林家大宅是吗？对，林家大宅里面那个会有那个幻魔者，他远攻的嘛，魔法的，幻魔者，来幻魔者，这里，好，试看这，我都要试过所有他们的攻击，时间来到1分30秒，哦，结果他是召唤的不够，他等一下可能会咬我，牙齿痛呀，为什么牙？我怎么有反应？他牙齿碎掉了，牙齿碎掉了。咬我！为什么还会掉那个翅膀？有吗？我的海狗，我要得分！我有办法，可以，这个、可以吗？这个有办法。哎呦！我需要你们一起合力！加油！你们刚刚伤到我一半！我觉得你是挺强的吧。我觉得这个还蛮壮观的，很帅，很帅。他们刚刚真的有伤到我一半。哎，小白好强哦，小白好猛啊！我小白受伤了，再来，小白有受伤。我觉得数量不够，你们帮我放。我觉得数量不够。我们刚刚说好不能够让那个怪兽大量出现，只能够自己放。来，时间来到2分30秒。加油！我是觉得啦，换 idea 的啦，加这个，等一下，时间来到了三分整，你剩最后2分钟，你就要赔上4000块台币。等等等等等等，
河豚。哦，他想中毒，你想中毒？我觉得没有办法，来，河豚，来，这边。我刚刚那个方法差一点就成功。河豚。哇，他直接消失呢、欸！不可能啦，这珍贵死法怎么可能？哦，还有什么？时间剩下一分半。好 ，Oh my god！ 思考，思考，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鱼也不行，鱼也不行，鱼也不行。你的2000块大概已经越来越透明了。蜜蜂，大量的蜜蜂，蜜蜂。蜜蜂来，蜜蜂在这，地上有蜜蜂。啊，不对，你们不要死啊！地上，蜜蜂在这。不是你，不要死了，生气一下，你们生气一下。他们都有掉这什么东西啊？你们争气点行不？他们都掉了蜜蜂的翅膀，他们把你当做有毒的花，哇，做戏要死呢！我的天哪，没有用啊，没有用。时间来到了4分20秒，最后三十秒，最后30秒。咚咚，思考，咚咚。啊，铁砧，铁砧，在我头上砸铁砧，在我头上砸铁砧。好，我就在这里。铁砧，你还记得你刚刚是顶破基业的男人吗？哎，我铁砧呢？铁砧，对，在这里。OK， 好。Oh my god！ 我靠，你下。怎么再震？再震！我看到什么？他竟然碎掉！哇！我靠！没有用啊！没有用！时间到！哦不！没有，不行！哇！雪兔又换你了，雪兔又换你了！有！我有 idea！ 来，这最后一道了！来，雪兔换你，动手！三 ，OK， 太难了。Go， 用一组的木头，然后一组木头，朱布林的一个蛮兵，朱布林 ，OK， 还有交给蛮兵 ，OK， 好，蛮兵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比较凶一点的，对，黑色的，他有名字哦。他就有名字，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蛮兵哎、欸。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自己盖一个房子、欸我要盖出一个怪物巢穴。好，因为他会跳起来，所以啊、哦，你要把一定要啊、哦，要有那个高度 ，OK， 但也不能太窄，他这样会不会太窄？这样高度够吗？喜欢吗？喜欢这个高度吗？可以，这方法哦。我想干嘛？哦耶！死了！太强了！死了！雪兔2-1了哎、欸！好2-1哎、欸，我们以后举办这个比赛要禁止用怪物，好不好？禁止用怪物，太难了！嗨，换我，雪兔只花了一分钟，好，好扯哦！换我的话，大家帮我调创造模式，然后啊。我来调生存模式哦，这是最后一段了，今天的最后一段。哎、欸， okay. 大家觉得这游戏好玩吗？好玩的话留下一个好喜欢的。不好玩了，不要！哎、欸，搞不好可以变成一个系列，搞不好可以变成我们下集再找其他的 YouTuber 一起来玩，好不好？好，让我想想，准备喽 ，3, 2, 1 ，Ready Go！ 给我一个可以直接吃的河豚，给我一个直接吃的河豚。鱼哦，对，河豚，有，对。OK， 好，钓到热带鱼。啊！肚子饿才能吃北极，你不能，你不能，等等等，阿妈喂你吃饭。让我想想，你可以跑到瞬间看能不能咬啊？应该是没有办法。毒，牛，给我牛，好牛，对，帮我在远处召唤就好了，帮我在远处召唤，不用太多，一两只就可以。丢我药水，拜托。不是你哦，是你哦。好吧，不是，好，够了，太多。差不多，好爱你哦。毒，哎、欸，他们明明就会丢毒啊，我中毒了，睡，我怎么只毒一下下？他们还是很爱你。怎么只毒一下下？哎、欸，我中毒了。不行，他只毒一下下。好，不行，思考。
铁砧不行，铁砧不行，从上面掉下来的东西，沙子不行，从上面掉下来的东西，砾石也不行，罂粟，思考一下，蜜蜂啊，蜜蜂很棒的，跳出框框，对不起，跳出框框，不能够在框框里面跳出框框。好，你们帮我准备，我知道了。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玩百人生存的时候，常常把大家踢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一起死掉嘛，对不对？啊！我要在一个洞里面，我知道，你们帮我挖一个小洞，一格的洞，里面放超多女巫，爆裂多 ，OK， 爆裂多女巫 ，OK， 我要超多，一起放，爆裂多，然后我要进去，这样。先让我进去。太急了吧？对，先让我进去吧。先让我进去。也行，OK， 好，进来。丢。有没有？会不会太急然后受伤？不会。会不会太急受伤？再急一点。好，他会补血，我不要，聪明，帮我 TP 出去 ，TP， 太吵 ，TP 压线到，好吵，我要聪明，丢，啊丢错，是他 ，OK， 多一点 ，model， 应该是不会啊，我觉得你不会，再来。他们没有办法出去，我可以 TP 所有的 entity 吗？ TP 啊，我可以 TP 所有的东西到我这吗？好来，我要怎么 TP 啊？ TP 所有实体，小白你会吗？我不会。TP， 你是 TP 我们两个啦？对不起，我们还没弹开。TP 所有的东西到我这。等一下，好卡！发生什么事？让我出来！我出不去！发生什么事？我真说是加八，我真说是加八！你们飞远一点！我把白块玩坏了，我白块！我怎么听到一大堆狂声的声音啊？有，我这个哦，出来了，复活了。我好像把麦快玩坏嘞，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嘞。宣告失败，没有办法哎，没有办法，今天雪兔是冠军呢。好强啊 ！Alright， 所以小白欠我2000，欠雪兔。哇！我跑这快啊！我走路了，我跑路了。Right， 今天的麦快超正常生存，永远不会死掉篇，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系列，玩起来还蛮好玩的，对不对？玩起来蛮好玩的。大家有没有可以让自己挂掉的点子，留在底下的留言区告诉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办个第二季，然后我可以用看爸爸们的留言，看看你们的留言到底有没有用。那大家要是喜欢麦快超正常生存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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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